所谓命运，皆由兵刃和鲜血所写。诸侯包藏乱心，天下不堪再受其乱。公孙瓒接连征战，只为向诸侯宣告正统。他的对手都被铁蹄踏破，他一骑绝尘，应承天命。所谓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天子知承天命，顺天而治，圣朝厚德，国祚永延。